出发回桂林市区。现在天湖的有一段路塌方，正在维修，据说已经修了几个月时间了。要绕行这些乡村小道，大一点的车呢还是不要过来的好，像房车通过性不行，前面有两三个石墩墩着，是不可能过来的。昨天过来的时候，这两个石墩，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四公里，还是竖着的，现在应该被其他车给撞歪了。桂林是集山川美景、河流、各种野生动植物于一体的自然资源综合体，可以找到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。等下先到市区找个地方住下吧，好久没有睡过一餐好觉了。连续下坡二三十公里了，又长又臭的下坡路段是我这种车最爱的。下山的时候还有40%的电吧，现在74%，下完山应该能把电给充满，一滴油都不用还能充满电，太爽了。逛一下桂林最早的菜市场之一，这里是铁道菜市。据说有单独的物价系统啊，买东西挺便宜的。我来逛一逛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上面是水果蔬菜区。老板，这个是什么葡萄啊？是野葡萄啊。野葡萄多少钱一斤？五块五。五块五，我要一点吧。要一点啊。试一下味道。够了。这个多少钱？阳光玫瑰。六块。要不要一点？不要。好小的西瓜，这些。你放心嘛，这个小小小。自产自销。我还以为是小番茄，结果是小辣椒。三年好听的。三年。三年八块。百合。这边是鱼市，老板，牛肉多少钱一斤？你要折了，折了啊？啊，要有骨的。有骨的？四十。那正常的牛腿肉呢？牛腿肉三十二。三十二。哦。你要这个吗？看一下，黄牛肉32块钱。土黄牛啊，有牛腿肉吗？有啊。多少钱一斤啊？40给你发件。40。要我切开给你看没有？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切不要切，我看一下，谢谢。蛋卷。老板，这个芋头多少钱一斤？那个10块。我拿一点。来吧。立即收款，三角银。这个好可能。我们那边叫小江芋。哦。你们这边叫什么？我们这边叫旱芋。旱芋。种在地里面的。哦。水里面种的没那么好吃哦。地里面的水分没有那么。三块五。它长得小一点，但是味道没得喝，非常好。这个蛮好吃的。嗯，够了。
这个是本地的吗？本地的。老板，这芦笋多少钱一斤？芦笋多少钱一斤？11块。15。11。天天在那卖十一。这边的物价啊，相对于我老家来说，已经非常的便宜了。最划算的就是他们能自产自销的蔬菜水果，特别是水果，我就没见过哪里卖阳光玫瑰卖到6块钱的。还有野生的葡萄，这是我在广西第一次买到。海鲜啊那些跟外面也一样嘛，大市大价。小江鱼干，三角自煮。老板，这是熏制的吗？嗯，拿皮子封起的。他也两块。3块2.25元。正宗八角。好呗。这自己养的吗？小地龙得来的，拿去养它，我养一养大一点。20块钱一个。价格倒是蛮便宜的。那清蒸好好吃的。哎，妈妈也。这里是老市场啊，这条小巷啊，路边就很多卖山珍的，不能乱拍的，一个不小心可能把人家送进去。要吧，金鱼。金鱼。看。红心猕猴桃多少钱一斤？3块，好甜的，这里有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拿两个自路上吃。哎，差点就这样了。够了。外面的是新菜市，里面的是老菜市。正常买菜啊，在外面挺好买的。老菜市这边，这都是一些老人呀、啊，进来这边摆摊，档主也比较少。这边就能买到比较多的山珍河鲜，外面几乎全部都是那种大通货吧。那边有小江鱼。看吧，很容易把人送进去。这些河鲜是非常非常一般的，非常非常一般的。这些是本地香瓜，本地的，多少钱一斤啊？2块钱啊，谢谢。给我一个袋子，老板，我拿一点。好像我都闻不到的，闻不到的啊，两块，进了冰箱，这已经的冰箱，你打开说，你晓得不晓得？好吃，可以先品尝再买的。这些一看就知道没有打虫了。好美啦！剩下的。等一下啊，这有些没得。喂，喂，挂了。真正的阳光玫瑰。10块。4块。4块钱一斤。4块，便宜卖哈。哦，那给我一个袋子吧。我买一点，我买一串，路上吃点。1块。一串够了。手工魔芋豆腐。这些阳光玫瑰就不一样了，好看好多。大家知道为啥吗？老板，这怎么卖？要哪一种？有区别吗？这板栗10块钱4个，绿豆10块钱5个。能马上吃的吗？马上吃。帮我拿4个吧，板栗。
拿两个可以吗？我吃不完四个。两个六块，你放得到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那六块吧，六块吧，我吃不完，车上放着坏了。物价低还得是广西啊，这么大一大堆，才20块钱多一点点，馒头好爽。在桂林吃河鲜，最好的选择并不是市区啊，而是平乐跟临川这两个地方。特别是临川，路上一大堆的河鲜店，价格又实惠，也才50来块钱一斤。我来一斤了，多少钱？一个人呢？个人。不要鲤鱼啊，其他都可以，我不吃鲤鱼。哇，漂亮！长鳍鬣石斑、黄骨鱼，什么都有啊。一斤，好，我欣赏一下鱼。这些是我今天中午的午餐呢，正宗的河鲜。哇，这条虾漂亮啊！这个是泽虾吧，只有小溪里面有的，要水质很干净的地方才有。来喽，酸酸辣辣。那个是非常的开胃，每次来桂林必吃的一道美食，比啤酒鱼什么的好吃太多了。这种鱼是没有任何腥味的，只有一种鲜甜的味道，是它自己本身带的。这些也还是河鲜的最低配版本，还有桂鱼、黄沙鳖、马蹄鳖、老头鱼，一系列非常美味的鱼种，最好的几乎都被大酒店给订完了，不会留到小餐馆。像这种馆子几乎是看不到外地人的身影的。真正的漓江鱼呢，它的品种不会单一，而且尺寸也不会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它是每个品种什么品种乱七八糟的都有，而且呢尺码大小都不一样的，野生的嘛，谁都规定不了它要长成什么样子。好了，先这样了，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请将鱼缸准备起步。